身在魔都的有车一族张女士下班之后突然很想吃地道的成都火锅，于是怒开了24小时之后，终于如愿得偿，坐在了成都的火锅店里大快朵颐，实现了一场吃货的浪漫主义大冒险。这一路主要走的是我国高速公路网东西向的一条重要线路沪蓉高速，途经上海、江苏、安徽、湖北、重庆、四川六省或直辖市，全长1966千米。沪蓉高速于1992年6月开工，2014年12月27日全线通车。它的建成将长江经济带、长三角一体化，全域地区、双城经济圈等区域城市紧密联系在了一起，资源互补，实现了相互间的快速融合发展。沿线还有诸多景观名胜，如中山陵、天堂寨、神农架、三峡大坝等等。